召唤跳跳僵尸，再召唤撑杆僵尸，给我冲，把他的脑子给我吃掉。哼，就这让我想想用谁比较好呢。哎，就你了，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，去吧，区区小僵尸不足为惧。来劲了，召唤三只古代怪兽哥莫拉，给我咬穿这个浑身肌肉的奥特曼。不好，特利迦奥特曼快给我回来，区区小僵尸，看我怎么样爆你的头。召唤花魂，再召唤特利迦奥特曼复合型。我去，还能这么玩？那就召唤橄榄僵尸，你不是会爆头吗？你再给我抱一个看看呀。哼，就这你还有什么手段，赶快都使出来吧，要是没本事就一边凉快去。气死我了，让你尝尝这个，召唤贝利亚奥特曼，给我砸扁他。坏了，贝利亚怎么出来了？屏幕前的兄弟们，弹幕评论666，赶快借给我们力量吧。召唤黑暗特利迦，再使用特利迦火花棱镜，出现吧，真理特利迦。Make all the demons quiet, yeah. We were built to thrive, yeah.